你们都会上舞台表演，对不对？对，有没有？赶快，赶快！我会做成影片 po 到 YouTube 上。要到 YouTube 上可以看到你的影片的，赶快把你最可爱的动作表现出来。你要先装可爱啊！我不要看你的屁股。欢迎客家师的表演哦。好，在他们上台的同时呢，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，我们客家师呢跟一般广东师啊，还有台湾师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哦？好，有没有看到我们的狮子长得特别的不一样？好，我们看我们的狮子呢，头是圆的，嘴巴是什么？方的。然后呢，它的嘴巴是可以打开来的，你要吃东西哦。有些狮子嘴巴不能打开来，我们的狮子可以打开来吃东西。然后还有很重要的哦，客家狮的狮头上一定要写一个王哦，有没有？每一只都写一个王哦，所以我们上面有三只王哦。好，那我们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准备好了哦，鼓手 OK 了吗？好，准备好了哦。好，那我们就欢迎我们大湾国小的客家师表演。
谢谢我们大王国小带来这么精彩的表演哦！